香菜很容易打蔫儿，用保鲜袋包裹起来又容易烂掉。许阿姨有延长香菜保存期的好办法吗？当然有了，这是我一个星期前买的香菜，现在还很新鲜。香菜果然保持新鲜，许阿姨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哎，你拿白菜干什么呀？只要用白菜靠外面的几片把香菜包裹起来保存，就可以把香菜的保鲜期延长一周左右。之前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咱们又见面了啊！现在呢，正在忙年了吧？嘿嘿，一过年呢要做年糕，但是年糕呢，就这个糯米粉不太爱消化。今天给您做的是健康萝卜糕，有请陈师傅。陈李光，广东人，擅长烹饪粤菜，从事厨师行业30余年。今天他将带来广东过年餐桌必不可少的传统粤菜健康萝卜糕。咱们这个主料辅料比较简单啊，我们主料大白萝卜，萝卜啊，白萝卜，这是这个煎米粉，姜米粉，生粉，生粉啊，灯面啊，那灯面。我们这边呢，看看盐、糖、味。味胡椒粉、胡椒粉、香油。为什么叫健康萝卜糕呢？比如说广东的传统萝卜糕呢，传统萝卜糕，我差点跟着他走，传统萝卜糕啊，传统他们叫他们下辣味哦，腊肉腊肠香肠啊，比较胆固醇高，对对对，所以我们是走瘦的，对，任何人都可以吃，对，而且吃起来很方便是吧，对，做起来也不是很复杂啊，我们一步一步来。啊，我们先把这个白萝卜，我们的切丝、切条，别看切丝啊，不是切丝啊，切丝。先擀片儿，后擀丝儿。切这个白萝卜的时候呢，不要切得太细，不要切得太细，出翻译。俗话说，冬吃萝卜，夏吃姜，不劳医生开药方。萝卜可以促进体内废物的排出，还可以清热化痰。春节的时候，一般食火比较旺盛，更应该多吃一些萝卜。先开火，我来开，我小工，好，开火啊。然后呢，是倒水还是倒什么？水。这个倒水的方法你看没有啊？这有比例的，所以说这比例很重要。我们倒多少水？五两啊，够五两啊，五两，来，倒水啊，这些呢，萝卜丝也是五两，不需要说水开就下了啊，我们就可以一起下啊，就是这个水和萝卜丝是一比一啊。好，五两水，五两萝卜丝啊，我们都腰过的啊，一起下，一起下，让它共同加热啊。想要做好萝卜糕，面浆的比例很关键。如果萝卜丝是250克，就要加入300克的邓面、200克的生粉和400克的米粉，也就是说，邓面、生粉和米粉的比例是3:2:4。因为米粉是用大米磨成的，所以用它做成的萝卜糕，肠胃功能不好的老人和小朋友都可以放心吃。所以我们给250克，250克啊，3:2:4:2.5。反正这个要摸索着来，比例很重要。您那边和着面，啊，我这边把这边飞着水。我们先把这个姜开好。这个飞水的作用是不是就是去去它萝卜的辛辣味啊？啊，也给它预熟一下。下味了，盐啊，哦，深入盐啊，糖，好，差不多等量，等量分啊，对。加点味精，哦，加味精，胡椒粉，胡椒粉，适量，啊，还有香油，哦，这个手法我第一次看到，是吧？我们就先把这个关火了，关火，啊，哦，关火以后呢，我们这个水跟萝卜一起搁下去，哦，连水都搁下去，啊，哦，那不很稀喽，嗯，哦，这等于是烫的意思，对。哦，这一烫，你看它这个糯米粉就发生一点点小的变化了，让它充分的融合在一起，啊，漂浮着这种晶莹剔透的萝卜丝。帮忙开火，开火，上气，蒸锅啊，里边抹了油的一个模子。当然，我们今天做圆形的，你要做方形的就方模子。但是过节一般都是做圆的，团团圆圆的，这个整个感觉像我们俩似的。嗯，行，上大气了，响气的时候了，我们就搁下去。我们就这样蒸一个半小时我们把
它放凉以后，哎，因为我们刷了油了，对，很方便的扣过来了。我们切的时候，哦，轻轻的啊，哦，有点像我们北方做那个风糕的那个意思啊。但是这个萝卜丝糕呢，因为它蒸的时间长啊，显得好像比我们北方那个糕要软。您千万别认为这样就能吃了，人家讲究过年的菜。还有这还有炒锅的伺候，煎一下，来倒多少油？油要小一点就成了，少一点啊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已经有点热了，也不要太热啊。对，一小萝卜高了手了，尽量不要动它，不要动它啊，让它下边的挺住，坚挺起来，煎到它焦焦的，金黄色了，我们才动，要不然来说了，我们就会散掉了，就会粘锅。我们这个萝卜糕健康的嘛，很结实，很不会散。其实我们如果到广东啊或者香港出差啊，经常在这个早茶啊，下午茶也能吃到这种糕啊。有的人呢，他就爱吃这种煎一下吃的，有的人就不煎，拿出来。微波炉很容易啊。对，很容易。叮，而且够热了，对吧？所以他要煎一下来说，萝卜糕就是春节的时候，去六人街啊，回来也还没吃饭呢，饿了，哎，垫一垫，煎两片来。啊，先顶一下。哎，所以年饭啊，过年的饭呢，这南方北方它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什么呢？它都是非常方便的。萝卜糕煎至表面金黄，形成一层薄薄的硬壳，就可以捞出了。您可以搭配辣椒酱一起吃，不但香辣开胃，而且红红火火，非常适合节日餐桌。最后，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健康萝卜糕的制作要点。首先，白萝卜要切成粗一些的丝，然后用相同比例的水来焯烫。接下来就是调制面浆，比例您要记清楚。如果萝卜丝是250克，就要加入300克的澄面、200克的生粉和400克的米粉，然后用250克的水来调匀，再下入糖、盐、味精、胡椒粉、香油，最后把焯好的萝卜丝和汤一起倒入面浆中调匀，上锅蒸1.5小时。广东节日小吃健康萝卜糕就做好了。也取着糕的意思啊，年年糕啊，而且萝卜丝糕就更健康啊。我们健康萝卜丝糕献给大家，给大家拜个早年，过年好，过年好，过年。明天早上老时间、老朋友、老地方，还是那个老伴儿，不见不散，再见。用普通的大虾和山药，如何做出既营养又美观、寓意吉祥如意的菜品呢？明天高级烹饪技师李玉芬老师为大家奉献一道喜庆春如意，为您的节日餐桌增添一道美好寓意的美食。